好山好水，真的好山好水，好风景。中间的困难，怎样？高山太高，我有点高山症的感觉了。没有那么高。我太久没有离开台北盆地了。谢洪亮没有说欢迎徐克，给了你绝山争霸赛，你各位。没办法呼吸了，你主持一下。没有错，我们这一局就是要挑战什么？全台湾海拔最高的大雪，掌声。哦，我跳个两下又没办法呼吸。哎，全台湾最高的大学，印象中文化啊，最大家都说最高学府，最高学府文化对不对？对。No， 文化大学排第三而已。哦。有个报告一下，来第一名，相关的海拔655公尺的暨南大学。哦。哎，真的很高哎。因为他在普里就有那个山上了。嗯。啊，第二名华范，我们之前拍过了。对。第三名就是文化大学。哦。第四名佛光大学。哦。啊。很高。所以我们今天挑战是华范拍过了嘛？对。还有暨南第一间呢，啊文化啊佛光啊，对不对？第一间来到我们暨南大学啊。好大，这里有人吗？同学，学学学。多大了？你看那个山，你看那个山多美，你拍的前面那个山多美，好美哦。海拔这么高的学校一定会好吃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那么高，那么高怎么了？啊，你不好吃，学生怎么办？跑去找家吃了。海拔高一定要好吃的吧？啊，好。对吧？想当年的万年美食，对啊。是啊，万年的万年美食。哎，我直接把票投给文化，我看暨南跟这个佛光。好了，第一间的暨南，去找同学。真的，先找到同学再说。哪里找？暨南。放眼望去，只有游客了。请问同学，你平常有在学校吃学餐吗？没有，我都不吃饭。难怪那么瘦。那请问，走啦，赶紧找同学。这里没有同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们平常有在学校吃学餐吗？有，会。学餐就是贵，然后又不好吃。会在学餐吃饭的同学，大概应该都是小大一吧。想问同学是什么科系，几年级？东南亚一。对。会在学餐吃饭的同学，大概应该都是小大一吧。蛮长的，因为我们都住在宿舍里面。我也是，我刚刚是室友。非不得已的话，可能在学餐吃吧。有能力的话，那就是呢下山吃会比较好吧。有，蛮常吃的。有，但是我都吃全家，因为会比较方便一点。之前都有，现在比较少，因为很贵。那有没有推荐学校什么好吃？可能只有八方，全家也不错。可能全家还是会是好一点的选择。一楼的一碗面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好几次。可能是二楼的自助餐，葱抓饼之类的，然后还有白饭以及。那你有觉得哪一道就是最好吃吗？其实都还好呢，品质可能比较稳定啊。路易莎后面那间日式的还不错吃，价格也还可以。吉祥宝有最雷的啦，啊最好吃的就，大家都说最雷的是异国料理，你自己觉得最雷的是三顾茅庐，超小碗。那你平常都在学校吃什么？二楼面食店的锅烧意面，锅烧意面，酸菜汤意面，二楼的面，二楼很好吃。一楼有一个那个清蒸的档口，我是推荐他的那个沙威玛饭。有一家意大利面叫一碗面。我比较常吃的是自助餐，我比较常吃的是一碗面，全家最好吃，麦味登堡，吉祥堡。先要吃自助餐，因为比较方便。对，自助餐吧，对啊，自助餐最好吃，可以控制价格。但是学校的价格都是比较高一点的。对，我是比较喜欢楼下的三顾茅庐啦。最雷的是三顾茅庐，超小碗。那它跟外面有不一样吗？里面料比较少。那你怎么还是选它？因为没得选，要么就是贵，要么就是难吃，不然你要我们选什么？全家吧，还有八方也可以，但就是连锁的啊，其他的话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对胃口。哦。说话的艺术。野餐就对了啦。对啦，我们在海拔600多的地方。好热，这12月了。哇，地球要爆炸了！来，这第几名啊？第一名。自助餐第一名。第一名不是什么全家 seven 的吧？啊，全家第二名。全家第二名。严格来说，第一名是下山吃。那如果你们有车又可以出去的话，你们我们下山呢？一定会下山吃，一定会。有选的话就是吃山下。有的选的话，你还是会去山下。时间够就是下山吃。如果有时间可以下山的话，可以选择更多样的食物。说话的艺术，是不是跟你一开始说的完全不一样？下山多远？普里离这边还有段距离嘞，大概要10分钟，骑车10分钟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下山哦！一
意大利面看起来不错啊，这第三名，第三名不错嘞，先哎、欸、先看先试试我们第三名白酱意大利面，白酱奶油啊，加海鲜那样，虾子是我们多加的，因为有同学建议哦，还可以加料加虾子啊、哦，对，这个分量 OK 嘞，算多哦，嗯，秀哦，没啊，中规中矩啊。OK 啊，巷口阿姨炒的那個，没人家巷口阿姨家，就在台北家里附近会买给我们小朋友吃的。但这个有几个同学说它价格偏高，价格偏高，该不要破百吧？我们原本点的是德式香肠白酱意大利面，哦，那大概80，然后再加一份虾仁，虾仁可能要15块，95，对吧？多少？再一，我再来一，原本的90块，这边补你耶，虾仁，虾仁是加20哦。我觉得白酱有点偏淡，都会买给小朋友吃啊。对啊，哦，110哦，110，那应该是价格输了啦。嗯，我们吃起来不错啊，那个就偏贵啊，偏贵一点。那不是你，如果你下山是你来回，我都把油钱扣掉。哦，要加上油钱，加上油钱。讲也是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很远呢，可以。那你学校讲讲啊，但是普里镇上的物价是很便宜的。他崩了，这样那两对啊。自助餐我们是夹有同学推荐的茄子、猪耳朵跟高丽菜，茄子最高票哦。它茄子蛮漂亮，炸的蛮漂亮。嗯，还行啦，有味啊。你说 juicy 吗？还好。我因为我跟那个花莲实际的茄子比了，不是那个有点太顶了，那个连我都觉得好吃。茄子真的是顶，但它就是正常自助餐的水准，嗯，没有到顶。高丽菜。高山吗？高山高丽菜吗？那山下运上来了，正常啊，我们没有不好吃，就是很正常高丽菜。这个有同学说大推哦，烟熏猪耳朵，哇，好吃，超好吃。它烟熏之外，那个胡椒黑胡椒粉下的不错。最好吃就是那个，就是猪耳朵，它比很多面店的小菜好吃，很好吃哦，很入味，很好吃，对啊。薯条也是推的、哦，薯条人推，可是刚刚薯条鉴定师有吃过，薯条就薯条，用那 Costco 的感觉吧。嗯，那个薯条能够普啊，就这样四样菜啊。对啊，就只有推的。找个啊，两个。41块，为什么对换？他是称重的、啊，儿子。然后板娘的西行的，一定要找我9块的对了。自助餐 CP 值高了，因为同学会选自助餐，是因为他选择多。然后其他他们都觉得其实整体偏贵。但我觉得他们自助餐不是太油，所以可以常吃。啊，既然是还算有选择啊。嗯嗯。不会那么无聊啊，吃华饭的就不无聊。好了 ，OK 了，就是普普通通了，算是低空飞过了。中规中矩，中规中矩啊！我很期待下一家我们的文化了，好不好？文化真的，走的带我们一级战区，你的场地，你的场地，母校见识见识 ，Go！ 好，来秀一下回。回家，回家了。第三间不是文化大学，回家了。很近嘛，就附近而已嘛，不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低调。原来文化大学只是排行这个海拔第三高哎。嗯，对，你没说真的不知道。可是那个爬的感觉是很高的，很陡很高的嘞。因为你知道什么？台北是盆地。哦，所以我们这里比较低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道理？我们是从负的开始往上爬，所以会觉得哦，阳明山哦，文化大学好高哦。哎呀，防火啊，防火、啊！是，平常在学校吃学餐吗？你来戏了，很漂亮，哎，你们漂亮嘞。还有在学校吃过学菜吗？还、啊、要帮我上那个马赛克吗？啊，干那校外假，谁要在学校吃啊？能吃要死，然后人又一堆了，干好恐怖啊！那每次那个用餐时间跟那个士林夜市一样，好恐怖啊！不是以前的士林夜市，现在士林夜市不是、啊，跟那个过年一样，干你娘的，当然要出去吃啊！我们都嘛11点多的翘课出去吃的，12点的话人都太多了啦。哎，我们要吃学餐了。没有，阿哥吃那个牛肉干拌面呢。阿哥吃那个好味道啦。哎，乌龙面没好处了，其他没有什么了。倒了没？没有倒啊，没有倒，还没倒，那不会倒了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学生今天学弟妹都吃什么。你在学校吃过学餐吗？会，蛮常的。学餐呢，我觉得很难吃啊，所以我都不太吃学餐。
有有比较常吃美食街的，就是外面那一条，就是校外校外的。当然有啊，有然后去美食街就没有很好吃学餐。那外面的价格会比较便宜吗？没有差到很多。那有没有特别推荐什么好吃的？自助餐。是因为它很好吃还是很便宜？便宜，很便宜。自助餐，对，自助餐是最棒的。棒的点是，因为学餐很难吃到菜很多的东西。我现在头发是不是很乱啊？不会，很美。自助餐一个，然后还有B1 的饭卷，还有那个甜不辣。赵班长。对对对对。不觉得我们其实去学餐的主要目的不是主要吃吗？还有另有其意。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帅哥。啊！哪一间？哪一间？非常可能就是偶尔会有意外的帅哥出现。哇！我们要去看。嗯。要现在去吗？好。学餐只有早餐店能吃，饭卷还不错吃，这样饮料店也都难喝。那个猫什么的，我上次喝一个跟水一样的。四年级。奶绿很好喝。哦，不，没有，可是饮料店呢、啊？赵班长的葱抓饼还不错，四海游龙的那个绍辣干面吧，我很喜欢吃那个松饼。现在学餐有那个辛拉面，就是韩国泡面，但是学餐比较贵，我记得是120吧，很好，120，嗯，我不便宜。自助餐的圣诞。最便宜自助餐，里面应有尽有，可以凭你们自己个人的喜好，自己的那个 flavor 口味去夹菜，然后饭跟汤免费，讲个88，我不敢太常去吃，就是怕变胖。赵班长，班长，他炸的都很好吃，饭卷，然后薯条、甜不辣，我们都觉得超赞。那你们有喝过他们的奶绿吗？有，好喝，好喝，他超爱，一定要喝。自助餐吧，就比较便宜这样。松饼，我忘记那一家什么了，但是它就是有饭卷，然后也有那种炸的甜不辣那种的。赵班长。他目前很高票。那你有喝过他的奶绿吗？奶绿好像没有哎。那我们推荐你一个。真的吗？门口那家早餐店，我早餐午餐都吃那家。自助餐，赵班长，赵班长饭卷跟炸物都还不错。来了，期待啊，非常期待啊。没有，其实我们学校也是人蛮多人，对，很懒得进去，因为太多人了。是不是不好吃？因为他自己我没事，不是是太多人。我看他怎样，他白局算了。因为我们今天访完，其实只有零星几个说啊不吃学校的学餐，合理的。可是文化真的外面也很好吃，美食街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叫美食街。我的美食街很好吃呢。来了来了，推荐一下，就是第一名的赵班长，赵班长，赵班长厉害啊。老板拿的是鸡米花口味，很多人推。他是第一名，第一名中的第一名。二伯的是那个鸡排口味，鸡排口味。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很喜欢吃这个海苔的皮，有薄哦。哦，竟然敢在家里给我吃海苔啊！哦，好吃啊，它里面甜的呢。那鸡米花酱是没有，是甜的。玉米，那而且还有蛋。还有搭配他们大推的奶绿，同学大推推爆，他说这是全世界最好喝的奶绿。有同学这样说，同学，年轻人，出去外面看看世界。大一的学生，大一是不是？人家大三大四。都推。啊哎，这样一讲让我很想喝。有水准哎。是不是同学说它不是那种什么粉啊什么泡的，它茶香够，它算是全世界第二名好喝了。第一名好喝知道什么吗？蒸煮蛋。他除了卖饭卷，还有一些炸物，也是同学很推，也是同学大推。啊，这太高了吧！不错啊，中规中矩啊。不就是炸物，你知道 juicy 吗？还好，它的皮比较像，有点像。肯德基的那个皮，但山下还是有很多很好吃的炸鸡店呢。不错哎，不错，没有不好吃的。薯条刚刚 Taco 在现场大概吃了五六七八根。这种薯条是我最喜欢的薯条，就是外面脆，然后里面是真的吃得到薯泥那种脆薯。老板不好意思了。难怪剩半包啊，蛮好吃的。冷掉都好吃，会有那个油臭味没出来。这在学校应该就会蛮常去吃炸。在学校真的会常买，他可能就放在那边，他拿上去的时候又很快。对他们都说速度很快。然后进教室吃就可以，哎，偷吃也没关系。他就一根这样，然后吃一下回去。来，这估价一下，这应该差不多七十。那我猜五六十哎。五六十就太便宜了啦，老弟。75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真的蛮会猜的。奶绿就是30块的东西嘛。25。25差不多嘛。对。
好了嘛，要搞炖炖炖呢，这个888，所以两个加起来刚好100块。哎，这薯条多少钱？好家伙，嗯，这个价格你猜猜看，三只，三只50吗？三只三十八十，嗯，有一点贵啊。一只30，哦，30是贵的，三十蛮贵的，哦，真的，对不起。哎，我去市场买7只100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错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他一致通过是。一致通过，但自助餐差一票，是很多人推，差一票。哎呀，小叔啊，竟然有人会选自助餐？自助餐，你们这不是很会挑菜啊？不是，这是学生特别讲到的。不是，怎么会有人选茄子啊？学生好不？他们说蛮好吃。茄子我是有研究，我是因为我们这样从山上带下来，它有点变色，不然它原本就是色。哦。经过这个那个养德大道，哎，有点颠簸啊，对，就它刻成乌青啊，摧残。OK 啊，中规中矩啊，北京姜。这个肉第一名，糖醋肉。这个糖醋肉第一名。嗯，那皮腌的好，但已经冷掉，可是有没有？它里面肉是红的嘛，有腌呢。它是红糟肉啊。对呀，红糟肉，香味出来了啦。哦。嗯，我不会是高海拔的脆哦。比较甜。安尼安哪只？要不会是10块、10块、20块，然后10块，咱得50啊。58。有效。但是他的白饭没有算白饭，白饭不用钱，你只要买满40块，饭跟汤都不用钱，很划算呢。对啊，我们私立大学也是有很好吃的学餐呢，虽然是山上，也很好吃啊。但我觉得应该是目前私立算很不错的，你要跟山下的东吴比了。哈哈下一间学校完蛋了，打不过啊，好啊，准备直接宣布花第一名了。学长不能这样。好了，下一间了，来看看下一间怎么样了。哎，你觉得猫不会发现？我觉得不会，我老公看手机的时间比看我还多。发现什么？啊，你有觉得我们哪里不一样吗？有啊，刘海，你干嘛剪短的刘海？省钱就是，不是不是，嫁给好几个月不用剪头发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哪里不一样？脸，你漂亮啊，跟我老婆就很漂亮，气色好啊。口红换新的，比较红，小朋友都不在，气色好，心情好。不会发现吧？动了什么手脚？我们就打了动感电波。动感电波，哦，动感电波。是啊，你们一说 S 动感电波，它的维珍射频可以让我们胶原新生拉提紧致。啊，你这叫你进行离别拍，差不多赶快呢。哎，有点类似啊，但也是有差。像动感电波呢，它有三大优势：一、负压技术，精准控制探头深度，提高治疗效果；二、医师会根据治疗目的选择适合的针头。三针针到位，全面贴合，不同的部位也能进行客制化。重点是打的时候呢，它的冷冻手柄会高效冷却，所以可以降低痛感。你看我们打完都已经有青春气息了，你们怎么会没发现呢？他看起来是蛮欠打，是需要打一下。不摸不摸就素牙，好不好？不然的真的青春气息，它是越打越漂亮啊！现在整个人都容光焕发，很有魅力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怪是囡仔无伫咧，恁较容光焕发。没关系啊，还好你有发现我们有不一样啊！对对，表示很自然。没办法，好，你讲这电感、动感光波、动感电波，哦，电波，哦，没办法，都可以打一下。啊，你刚刚传我们老夫去爬街，蔡妈妈，蔡妈妈，蔡妈妈爱动感光波一下，电波啊，电波，电波，电波。阿弥陀佛，有如在仙境啊，各位。真的，那个云，那个云啊，那个雾啊。这里有学生吗？有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宜兰啊，这边礁溪的山上啊，这边好深山哦。对啊。我们这开上还晕车嘞，对吧？开上还要十几分钟，我觉得开上比文化大学还要久哎。对，有这种感，因为要绕来绕去。对啊，感受上问题。而且他们里面好大，刚刚开过来这里就已经这样绕，整个山头都在扶着他们的嘞，很有钱呢。好了，交给你们了啊，去找找看啦。这边有素食还是有荤食？唔知呢，唔知，去问问看。很快完了，好 ，Go Go Go。你们平常有在学校吃学餐吗？有，每天吃，因为很便宜。有有，大一的时候会，比较少。有，大一大二的时候很常。是因为没有那么好吃，还是只是因为没这么常来学校？比较不常来学校。那么推荐学校什么特别好吃？自助餐，女宿楼下自助餐炸猪排。为什么觉得它好吃？因为它是肉。所以学校比较难吃到肉吗？就比较少，所以是素食比较多。
风钻自助餐，就在旅宿的那个吗？对。那你最推荐哪一道菜？荷包蛋。荷包蛋配饭就很好吃，我觉得都还不错吃。我觉得自助餐风钻，因为它的菜都10元，如果比较贵它会标示。几乎都在学校吃还是会跑去外面吃？都会。那外面比较好吃还是学校比较好吃？如果省钱的话在学校。感觉都差不多吧，就吃得下去。戒指或手拉手吧。最难付啊，旅宿楼下地底下的自助餐，然后基本上快要到打烊的时间，就大概都很便宜，大概20-30块而已。你说吃饱20-30块吗？嗯，我昨天好像三样菜装满一个盒子，好像才25块。自助餐嘛，自助餐比较便宜。就是风钻，风钻啊，我推荐可爱吧。可爱或者是自助餐的话，会比较便宜一点，所以比较常吃。那如果让你推荐一个学校最好吃，你会推什么？我可能推荐不出来，对，我对吃这方面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视，所以对。那你有最推荐学校什么吗？应该也是自助餐吧，还有可爱快餐。所以一开始竟然是有一个叫手拉手的，它是卖汉堡那些，就现在涨价涨好贵。啊，所以它是好吃，但是价钱比较贵。对，然后现在普遍认为应该都是。风钻自助餐啊，有一家餐厅，听说吃了回去都会在厕所地方，它的油啊什么东西加有点多。那方便是说哪一间？我们帮你逼掉。角落旁边那一间。角落。好，要请同学注意。风钻。我之前很常吃，有一家叫可爱，然后还有一个炒板条，很好吃，只是有人觉得很油。风钻。这两间自助餐为什么大家都推风钻？它菜色比较多，对，它菜色比较多。如果有得选的话，你会下山还是留在学校吃？你如果想要省钱一点，可能还会在学校吃。阿弥陀佛，果然是自助餐啊。你们已经猜到了是吗？欸，你们仿蛮快的呢。欸，这是第一次仿这么快，超快，这20分钟就仿完呢。欸，人都很好，没有人拒绝我们啊。真的吗？几乎没有人拒绝。没有违法啊，人很好，没有违法。那有荤的吗？有，也有荤的，都几乎都是荤的，几乎都荤的。几乎来看一下菜色啊。还可以啊，差不多啦。欸，没有，我们要澄清，不是我们不夹多一点，怎样？是我们刚12:30去已经没有菜了。哦，没了，桌都没了，所以就是懒得下去。哦，没有，他们说这好吃，哦，这好吃的，他几乎口豆，口豆啊，咖喱、苦瓜、高丽菜，啊，这东西蒸蛋，我们去的时候他只剩最后一口，哎，很珍贵的蒸蛋哎，有一个海鲜的调味菜。清淡的，不会有，就 OK 啊，没有超 UV 啊。苦瓜算蛮好吃的吧？来，苦瓜不错啊。哦，苦瓜是一个漂亮同学推荐。我就会加苦瓜。然后那你应该吃得下去，这完全没有苦味了。哎，这个苦瓜你吃看看，漂亮同学，真的还好，真的还好。各个导游 B 算有压过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它即便有一点小鱼干，它其实小鱼干吗？有，我知道，但它的就那么淡淡的，它的腥味不行。哎，它这个苦瓜，哎，它这苦瓜还跟小鱼干，快10年了，第一次苦瓜它吃下去，好吃，好吃，不是说可以吃，是不好吃。哎，你留个2块给他，他可不吃苦瓜的，快点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哎，不苦哎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有后面有一点点，因为你有修行，最苦就是人世间最苦啦。好吃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这是什么？苦肠慢吗？苦肠雕鱼。哦，他说那个酱汁很好吃，好好吃哦。剩最后一块，啊，对，好好吃哦。哎，我在帮我消音。哎，我在这个佛门清净之际不可打诳语啊。嗯，哦。它的酱蛮好吃的，吃鱼你吃鱼，今天用到肚子应该还好。哦，好吃。你不要怕被骂就说好吃啊，真的，不用演啊。我跟你讲，而且这块我可以吃完。阿弥陀佛，善哉。好，你们现在怕被骂，怕成这样，怕到苦瓜鱼都吞下去了。真的好吃，就很香啊。这是我爱吃的鱼，我也爱吃苦瓜，我是不挑食，健康的孩子。嗯，好吃，好吃。价格就是重点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要先说那个蛋，
没有算钱，因为最后一口阿姨说请我们吃。姐姐，哎呦，姐姐，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口误。来这个佛门清净之地，师姐，师姐说不用钱就对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啊，大家结个缘啊，这结缘蛋啊哈。四菜饭，我觉得应该很便宜，50块，差不多50块。差不多啦，可以啊。现场还有那个冬瓜茶可以喝。OK 啦 ，OK 啦，至少这个算是好吃啊。同学啊，不用这样跑来跑去啊。哎，对。好了，以上三家哎都被发现了。怎么了？我们最后一间才拍进来，还有这边在接吻，很多件衣服，大家很聪明啊，看我们身上的哈哈贝不是新款还是旧款？我们穿的算是最新款的，所以就知道这是最后拍，最后拍，因为现在不能用老板的胖瘦程度了。对对，我们已经瘦了，我胖的那时候已经都没了，臀片都已经上完了，完了，都上完了。好了，以上三间海拔高的大学啊，我觉得算都是水准之上了。都 OK 啦，虽然在高山上，但是小那个孩子们还是有东西吃的，同学还是有东西吃的。来来来，投票一下好不好？你被投给哪一间？应该是佛光吧。佛光自助餐吗？你看不起我们话？哎、欸，你这个有偏见啊！我们饭卷不要加你啊。好吃啊，但那个很就容易找到。哦，一样的。对，哪一间？佛光哎、欸，就是那个鱼。你要看一下，看不起我们话？投哪间？我投文化，可是不是因为饭卷，是因为它炸物，它炸物真的好好吃。哦，炸物也好吃。炸物。现在是2-2啊，文化派跟佛光派，你投给谁？我。炸物还是你敢吃的鱼？来，我选。来，我选佛光。啊！好啦，恭喜佛光啦哦！我们海拔第四名高的学校拿到我们这一届的啊、哦、学生海拔杯的冠军，佛光大学，恭喜！三间都不错了哈，还有要推荐什么？欢迎同学在底下我们留言好不好？不管是爆干好吃还是爆干难吃的，我们都去纠察，爆干难吃的给他们骂就好了。负责称赞，以后应该很少难吃的吧？有，你这样，你要你干，你现在就要拍难吃的，全部给我推荐，难吃的给我下来。来，下面给我推荐难吃的。不能吃，嘎哥去督导。